你喝点水吧。不用不用。啊？不用姐。都忙一上午了。嗯，不用，马上这边弄完，我们回去了，刚刚好。哦、然后，然后后天去沙头镇。嗯，你们沙头镇应该是跟那边是一起的吧？啊，是，是一个老板。嗯。都是中康。您那一个人员呢？在哪这儿呢？嗯。哦，你在那边上我看汪汪头儿去过了。啊，对，我就是看刚才那花裙里的。看啊，嗯，啊，那我慢点儿。嗯，行啊，行啊，快点啊！啊，你看看，快点！我大姐还有没有了？就是算运气年份。
不用，回去吃就行。不用，那个，别让。 没有啊，你来试一下是吧？啊，就是十万几的，我还能买一套。